由台湾卡普空自主研发的 Rockman X9，虽然游戏本体已经结束营运，但在9月1日以单机游戏的姿态重新回归了。Rockman X5 离线版是以手机版为基础，将内购和连线相关技能拔出后所推出的离线游玩版本。我们可以再次跟随领航员立刻操控猎人城市来修复 bug， 努力将电脑世界恢复原状。离线版收录了来自洛克人、洛克人 X、洛克人 EXE 等七大系列的相关作品内容，超过100个角色跟900个关卡。以前要靠抽抽解锁，现在可以借由闯关来解锁这些熟悉的角色、武器跟晶片。过往所有的付费项目都变成可用游戏内的货币解锁，限定的活动跟造型通通都有收录，真的是非常划算呢。PC 版也追加了控制器的操控模式，我们可以用熟悉的玩法继续体验这款充满洛克人浪漫的作品咯。